一年一度体育盛会 Superstar 体育表演会即将在9月16号小巨蛋登场。今年将会有12种运动项目携手国际团队共享盛举，包含扯铃、格网运动、桌球、羽球、网球、武术、霹雳舞，还有立桨等等。另外还携手24组顶尖团队，带来具有特色的跨界表演项目。我先拿霹雳舞来说，因为它是2024年的奥运正式运动种类，所以呢，针对这个正式运动比赛，它整个比赛的内容跟我们台湾可能会派出去哪些选手都是非常顶尖的。同时我们这次也邀请到很多世界顶级的选手来到台湾，我们会一起搭配台北 B-Ball City 这个比赛，然后呢会优选出最好的选手在我们的体育表演会上表演。 SUP 大家一般的印象可能就是在 SUP 上面美美的做瑜伽啊，或者是在湖上面飘，那其实 SUP 是有比赛的，非常的精彩刺激。我们也会在这个表演平台上让观众看见不同张力的 SUP 表演，不同的 SUP， 不同的桨，它有什么样的特性，会结合高空跟影像，在这个 SUP 立桨节目是非常值得期待的。2023全新的 Superstar 体育表演会除了有别具特色的表演项目，另外在舞台设计部分也有所突破，结合高空技术机关增加视觉震撼。每一年的体育表演会都将秉持蜕变求新的精神，希望能够带给各位观众前所未有的精彩体验。 YT 台采访报道。